因為我經過唔同嘅廚師咧，菜式風格上面會傾向於簡約嘅。咁至於我咧，其實就同 Vito 咧，即係南轅北轍嘅。我係比較浮誇嘅，即係無論擺盤啊，或者可能係個菜嘅顏色啊，各樣啊，我都係中意豐富啲嘅咯。煮嘢食咧，最緊要就係有個熱情喺度，而喺熱情裏邊咧，就係將佢變成你個興趣。我會揀一啲我自己中意嘅食材或者食物啦，咁然之後我會再用自己嘅方法將佢最好嘅一面去呈現出嚟咯。飲食趨勢咧，我覺得會係傾向於簡單啦、簡約啦，開始注重健康啦、少油啦、少鹽啦，唔同嘅例如沙律啦。時尚生活舞台見啦！